就在养一只猫吧，然后这是一家中途猫的咖啡厅，然后有好多好多小猫可以来这边，而且它们都非常的亲人，所以可以来这边喝咖啡，然后跟它们互动。在这里有大概十秒，将近十只的小猫吧。对，然后每只小猫都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也非常的黏人。坚持呢。哦，原来你是一只独眼猫。Hello。是吗？对啊。
这家店其实就在高雄的三民高中附近，然后它叫做养一只猫吧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领养代替购买的，可以来到这边认识猫猫，然后他们也会告诉你怎么去领养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来这边低消，然后喝饮料，然后跟猫咪互动，其实蛮疗愈的，推荐大家。它那个是有胶质的。嗯，第二关是有胶质。谢谢你，来等你。好，你是很想吃，来，来，机长，给你一块，给你一块，听懂才有鬼啊！贪吃，贪吃，你真的很贪吃哎！直接把你吃出来。刚去养一只猫吧，这一家这样一个中途之家的这样一个猫的咖啡厅，这个地方真的很棒。然后你可以跟猫互动，然后这里猫也很亲人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这边是中途猫之家，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领养，想要真的是照顾爱护这些可爱猫咪们的这些朋友，然后就可以去他们咖啡厅做领养。那再次呼吁，就是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。这样子，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